所以我觉得当然那个是当时的环境了，但是这个有改变。我是在那种环境的尾声，到我的那个年代之后，可能再多一代就比较没有了。马国贤应该是没有经历到这么惨的阶段吧？有吗？有啊，因为我那时候拍古装，我也是大概差不多最多也差不多六天没睡啊，而且我是可以就是。你是拍哪一部古装？我拍台视那个《刘伯温传奇》跟黄少祺他们，还有六月。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也有去，后来也去大陆拍。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古装就是刚刚他讲的很麻烦。国贤哥是里面哪一个是你？中间那个包子那个。有包子那个啊。哦，你是喜剧的。我演个没有，我演个公子好不好？什么喜剧？我只是觉得是你才很像在里面闹的。我这是一个丑角。丑角，我是一个公子好吗？不要是丑角，不要闹啊。然后说在拍的时候有过，就是跟同学拍打戏，因为以前的好处是都有武术指导，可是当武术指导全部上去，他们要当那个打手的时候不够的时候，就會找同学来。然后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有一个那真的是不够人的，然后他一定要一个同学来拍，因为我很怕同学吐槽，我就套了要四五次，我说待会这边打两圈挥，然后你这边这样挥，然后我这样第一，然后这边你再踢我，我再跳，然后我就一直蕊哦，因为蕊四五次，我说。都 OK 了吧，都没问题了，因为这边跟底下那个都是武术指导，所以一定没有问题。然后我说同学，待会这边，然后导演喊五四三二一 action 的时候，这边我先两下，你就喊一二三四四的时候你再挥。然后他说好，没问题。然后好，我开始，然后五四三二一开始，然后一二三，呀，他就是一个东西直接打我一下，你是直接打到鼻梁吗？打到鼻梁，然后我整个人我就突然星星满天飞，我就我下去了，因为我完全看不到，我想站起来我就站不起来，因为太痛了，我眼泪一直飙，然后整个鼻子变红，你知道吗？又冷，可是那时候你就想说，我今天不站起来，大家要等我。戏不可能，那你要再重来一次。对，而且要重来一次。我说，而且万一他又打你，怎么办？你就要硬要他起来，我就起，但我真的起不来。就后来来三四个人帮我扛到旁边去，坐在那边休息。就后来他们大概等了我一个小时，起来之后真的我鼻子肿了，就整个这边肿起来，然后眼睛那时候也看不太清楚，但没办法，你那个戏还是要拍。所以后来化妆师就来帮我底，用那个粉底帮我打得好厚，然后重新再拍一次。我说同学，对，还是同一个同学吗？我说那个同学可以不可以把他换一下，不要再他了，因为已经蕊了四五次，而且都一直跟你讲说第四拍一二三四的时候你再挥。他是我这边导演一喊 action 一二三之后，他就已经跟着挥了，所以我一过来，我就直接打上来，直接接拳，我根本来躲都来不及躲。所以现在年轻的演员，你们会觉得演戏的那个气氛很轻松吗？这样听下来会觉得说，现在真的很幸福，差很多。然后光是刚刚讲说，就是七天或是八天八夜，就觉得怎么可能？对啊，怎么可能？我现在顶多是就我们换算几个小时，然后算我最多好像就是。我自己啊，最多26个小时连拍，就是连拍，然后不睡。可是我刚刚在想，应该是7天或是8天中间会就是小睡一下，或是站着睡。我就站着睡。小睡就是站着睡，或是这样坐下来，比如说拍别人的，这个镜头拍他的特写，你就是他会，然后他讲完了，哦，他起来啊，继续拍，是这样子。哇塞！你们现在是可以就是让你们回什么帐篷还是之类的眯一下吗？我自己习惯就是会开车到现场，然后我就在车上这样睡觉。你可以睡多久？睡3个小时吧。这么久？对啊，没有，不是因为没有，因为我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到三小时，那他已经2集了。对啊，不是，这样子比吧，不能这样起来一直拍完。对，我的角色没有这么多台词，对，所以我可以睡3个小时，就空档的时候。所以那出戏还你不是主角吗？算是，可是其实我觉得改变蛮多的。以前可能会以一个主角或是2个主角就是占很多部分，一直写。对，可是像我那部戏的话，就是我们有4个主角。哦，每个人都有一条线这样子。对对 对，所以拍别人就可以去睡觉。对，像我以前我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我红眼。开始拍到一半的红眼，先一只红眼，怎么办呢？鬼上身？不是，就拍边脸，很多时都是侧脸，就只看到一只眼睛，然后结果传到第二只眼睛怎么办？往下拍看不到鼻眼睛，好厉害啊！可是没有原因的红眼吗？就被感染了，跟结膜炎子。哦，被感染。结膜炎太细节了。然后我有一个同事，结膜炎还是要拍。最好是他拍戏拍了一半，不知道。
发生意外，他撞到眼睛，一颗眼睛就受伤了嘛，就搭着那个胶布纱布照样拍啊，结果拍另外一个眼睛，结果他内肌全部都是半边脸的，都是半边脸。如果你们现在拍戏，新演员拍戏，如果受伤的话，导演会不会让你们去医院先检查一下什么的？之前我有拍一部戏，就是因为我被铁割到，然后怕破伤风，然后我到现场心率一直维持到140，然后一直都没有停，现场就马上把我送去医院了。然后让我休息，然后当天的戏全部取消，哇，就是让我休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你说你被什么东西割到？铁，就是因为我是被追杀，然后就是有一场戏是我要把那个对对对，就是我要把那个病床的那个铁拉起来，然后就拉起来之后割到自己的脚，然后现在有喷血吗？其实没有流血，就破皮。啊？只破皮？破皮？喂，我也没有。伤口很深，有，就是没有见血，但是伤口就是蛮深。见血的破皮有多深？是像是那个去角质那样一整片吗？那有时候不会。为什么血没有流出来？我不知道哎，可能我血小板比较多。怪到血小板，你一割，然后血小板就凝固这样子。你的血小板很强啊，好强啊，厉害哦！我问你，你进医院之后，那个医生有没有说需要缝？没有。他就只有说，帮你打个破伤风，就这样。可是那天的戏全取消了。对。现在基本上，比如说有一个剧组，还是导演拍得很慢，那我只有一天，只有一点在那边等很久，我都非常愿意，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其他人会觉得，哎，你要不要先回去一下什么？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坐在这里，因为对比起来，我们那这个时候太舒服了，很轻松，是不是？很舒服，太舒服了。然后你想要看别人演戏，以前我在摄影棚，那时候是三机，在摄影棚拍戏的时候削苹果，还记得那个刀子削到我的手，我还继续把整场戏，那个手一直滴血，全场人都看，我还是把它整场演完以后，哈，地上都是血，赶快再包。哇塞，你那个是真的见血，你就见血，见血，我还是把它不是破皮那种，是真的刀子这样划。可是那画面拍出来不就是？一边有血，然后还在削苹果，那不是很诡异吗？可是我就用这一边镜头，这样看不到啊。我还是想，所以摄影师会想办法避开。对对对，然后之后演到别人的时候，就血尽量就是让往下滴啊。不是你的血小板不够强。谁知道？要凝固吗？像他凝固那么快，你就 OK 了。所以以前的导演、摄影师那些主创，灵活性很高的，他就需求量很高。他们可以在现场马上变了，马上变，马上真的马上变。对，就是你真的眼睛瞎了就拍另外一边，流血就拍什么？对。而且剪出来是完全不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眼瞎。对对对，眼瞎。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比如说可以用 CG 动画去处理，或是场景是？但那个会很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因为那个。所以现在还是实景多吗？对，实景啊，因为成本的问题啊。因为你做后制那种动画的话，你成本会多很多，制作人你不会愿意。没有，其实有很多一些比较实在的戏，比如说都会一些小故事啊，他根本不用 CG 啊，你反而用。他们家是豪门啦，所以他以为就是每个戏都是。没有，最好啦。没有，我只是想说，以前比如说有一些环境，有一些天气的因素，可是现在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用 B 的？没有，你第二天拍会比画的更便宜可能。对，你懂我意思吗？等一天。你是说如果下雨不能拍是不是？就等。或是什么事？对啊。就拍别的地方啊。像我这一次演一个 Netflix 里面有演一个女总统，那我坐在那个车上，对，然后她就以前我们是实景，比方说机器吸在前面的那个引擎盖上，或者卡在以前早期是卡在那个窗户上面哈，这样实景，或者摄影师坐在后面拍我侧边，可是这一次呢，就是真的有 3D 动画的那种好莱坞那种的，你就坐在车上，其实摄影师就在后面，你就感觉是真的你到了总统府。到了什么什么，它就是一个很，那你必须要演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你现在到了哪里，你怎么怎么看到什么。虽然是有厉害的那个科技，但是反而要考验你的演技。可是头会晕，因为它是圆弧形的，这样唰唰唰唰这样。哎，那会很快。有些人会那个吐哎，或者是癫痫哎。会。对对对，就可是你必须要忍耐克服，在那个车子里面，你必须要怎么样演出来。不可否认是科技真的可以帮拍摄进度变快了，变简单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对于表演来说，我觉得实在的东西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感觉，真是对。就比如说打戏，你觉得还是实真的打比较好？真的打比较好。像魔星哥那样，一二三就是。不是，因为我有遇到过，就是你去现场啊，你一定要跟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我曾经遇过，就是要拉钢丝的，就是拉威亚的戏是打戏，然后他是在 key 板前面拍，然后后面再音那个画面。那你在那边打一打，打到一半，哎，十二点，因为他们就是很要求，就是中午十二点钟一定要放饭，然后就放饭了。就我还在上面呢，然后我说啊，你们放饭？他说哦，对，因为我们先吃饭。那我还在上面。你刚刚在那边讲没有。他们就直接要去吃饭，就先拿便当，拿完之后，然后再把我放下来，要选口味。谁拉你？没有，谁拉你？他们是在侧边，就是 key 板在这边嘛，然后他们在侧边拉嘛。对。然后他们后来拉，放饭就把你放饭了。啊，等一下，他旁边刚好有钩子，就把那整个身勾在那里。然后我就在办公室，我就在吊那边。哎，你知道吊那个拉位，你知道？我胯下很痛，超痛！我说，哎，我要下来啊！没有，因为他们算好了，他们没有马上放，那个我就要下，我就摔死了，好不好？对啊，所以以前跟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还要挑便当买好吃。挂上去就算了，有些人还会想说你在上面啊，好好想想你刚刚那个怎么打这么烂。我想以前会这样子，就是会直接酸你的。哇，因为我遇过太多事，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在拍，你 NG 了，然后因为可能难免会 NG 嘛，然后你就会听到摄影师。第一次人，我有碰过，第一次人就这样子碰过，哇，对啊，你也碰过，我刚出道的时候，我真的碰过啊，那就是拍也是拍景的，因为拍景的话，摄影机基本上靠近了嘛，对不对？摄影师就准备了 ，rolling， 还没有 action 哦 ，rolling， 他就这样了 ，action 你演了，你演的他这样啊，对，机架好，哇，好，他这样，再看你一眼。我跟你讲，那天的心情是被打击的，真的是侮辱，哇，吃大的侮辱。但这是以前的这种有一些比较坏的摄影师啦，不是每个都是这样。你们现在应该完全经历不到这种情况，你们有遇过吗？有哎，有，我有，我自己有，我是直接打摄影师还是？我没有得罪，但是可能是我是不是摄影师追你？也没有，得不到你不要你，没有破伤风的医生。我们讲的是真的是那种被欺负被不他是直接说就是一个花瓶讲给你听哦，我是听到，但他可能讲得太大声了，还是他是真的现场有花瓶的，他就在一道就说就是个花瓶，你是不是想太多？应该不可能吧，是不是对啊，弄错了，拍花瓶的特写你没注意到，对啊，补特写，问一下，拍花瓶他有需要念出来说，哇，真是什么花瓶？哎，念出来，有哦，摄影师有的真的是很入戏哦，动，对，来头抬一点，来，哎，对，压，有的摄影师很，我以前有真的入戏，很多导演是这样的，真的，因为你现在很多剧都配音嘛，他会走，停。转左，你就跟着演啊？对啊，真的有这样。你不会觉得很干扰吗？当时就你就觉得你是不好的演员啊，你就会跟着做啊。对啊，对啊。但是这我觉得我们所说的这些环境以前有的，可能现在也会有，但是越来越少。对，就是环境整个转变，对不对？就大家就是彼此尊重。尊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花瓶那个是摄影师说的吗？不是摄影师，是工作人员，而且是在拍的时候。你是演了哪一段？然后他们说不就是？其实是我那一场休息之后，然后因为我们那是在医院里面的戏，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就他就说，真是一个花瓶。哦，我自己听了，其实因为我还有下一场戏，然后下一场刚好是情绪戏，我就把那个东西全部都发泄在下一场戏了。所以你经过他们说真是个花瓶，会不会是夸奖你就长得很漂亮？也有可能吧，没有，可能是为你好啊，就是故意这样讲，因为你下一场是情绪戏。哦，对，有可能，有可能帮助，对对对，聪明，怕你情绪进不去。谢谢你们。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